皇上防守坚固，你们手无力气，如此鲁莽冲城，岂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减免赋税的事，我会带你们向父王求情的。回去吧。你是何人啊？我是三公主妙善。原来她就是三公主啊！三公主可是大善人呀，就是她用自己修宫殿的钱，免了咱们三年的赋税呀。你，别听他胡说。 他是妙善，三公主早已自缢身亡，他肯定是冒充的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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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肯定是个冒牌的三公主。对啊，咱们早已死了。对，上吊了。上吊了！上吊了！上吊了！乡亲们，只要咱们冲进王城，就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。给我冲啊！慢着，我真的是三公主妙善。 乡亲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听别人挑唆，让人当枪使，白白丢了性命啊！你快给我让开，否则要了你的小命！你休想！今日我死也不会让开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乡亲们，杀！ 乡亲们，你们都快起来吧！善儿答应你们，一定恳求父王减免大家的赋税。你们回家好好过日子吧。谢三公主，谢三公主。